大家好，今天呢这个天气非常的热，我今天来这个训练一次爸爸陪练，这个来跟爸爸打一次攻防，看这次我们能进多少。刚刚呢我是投了一次三分球，就是投了20个球，然后就当做热身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大家喜欢就支持订阅。第一轮结束了，我赢了。第二轮开始。第二轮也结束了，我赢了，最后是19，第一次这么高。第三局现在开始，前两局都是我赢了，看这次我能不能连胜。应该这个没事，应该接一下就好，已经有一点裂缝了。
OK， 第三局输了，第四局开始。现在我赢了两局，然后输了一局。现在第四局已经结束了，第四局也是我输，现在是2-2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第五局。哇！OK， 现在是第五轮，前几轮是2-2，然后我赢了两局，我输了两局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希望就是能赢一局。来。OK， 现在这个已经打完了。这一次呢是一开始2-2，之后最后一局是我爸赢了。我最终没有能把握住机会。那行吧，那就是今天这次这个大评量，如果大家喜欢，支持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